哦，不过这一棒被周世奇带得很高，来看一下有人所向后退，这个球上去了，全打出界了。中信兄弟终于终结了十七局没有得分，靠的是周董本赛季的第一发全垒打 ，home run 1-3，追到了只有两分的差距了。对，姜还是老的啦，没错，老将就是会抓球打哦。虽然，所以大家刚我们在讲说这个熟悉度的问题哦，他看的经验多了哦，他可能以前也有类似遇到这样类型的投手，就会去抓，就会晓得说，哎，这样的一个直球，我可能那个击球点要再抓前面一点点。曾俊彦也只能看着这个球飞了出去。也希望说周董这一棒能够带起